5月4日到4月4日，第12次球场人有准备。今天早来，其实我现在没有停车位，是要去停停车场。幸好今天有带钱，4:43，所以刚好半个钟头。这也是2020年来球场年的，总是很好奇，有整天晚上到底睡哪里，然后到底怎么样？不过现在有点尴尬，是现在这时间巢穴都拍下去，可能一团黑。我明天是来这边拍宝瓶座流星雨。有准是很有情况，我们来看一下附近。没有。也是没有嘞。青鸟跑去哪里了？在右边叫。在，看到我了，拍手12万8，我就不拍你了，拍巢穴里面好了，等你进去喂。我站在那里，我看到肉眼看到了，好。要追吗？这应该有点难度了。雏鸟在叫。没有想象中的暗，溶洞还好太多了。5:21。对了，哇！15，漂亮。出来。出去，面回巢穴。
还有嘞。第一班是无点味了，人用肉来比划有点看，往我家那边飞过去，没看到了。对，往我家那边飞过去了。上五秒，自己再爬。对，我来。尴尬，这个画面很棒，这个画面很棒，没有一直没有跟上，在。
母娘来，母娘过去了。就母娘这回朝月走上。哎、欸，这节奏很棒哎。再差点，我觉得有空中交接的感觉。但是母鸟就是不去接啊。你有看到公鸟？听得到吗？植物，公鸟，哎，公鸟要跟你交接，你就不要。谁进去了？有没有录到？我刚好按掉了。哎呦！下次。啊，这一只是母鸟。
哇，太阳太大，这没办法拍了。先要把食物丢进去以后就出来了，现在不会去喂它，这已经够大了，可以让他们自己吃了。今天拍的其实已经够了，今天礼拜时间下午可以再过来。